好，那三，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是不灭，那今天要来玩的是解谜，那今天我邀请来了这一位嘉宾吗？那这位嘉宾是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一夫，大家好，我是甜食幽灵，今天和不灭一起玩这个地图，这个叫做逃离米达。哦，等等，不要喝到最好喝的珍珠奶茶。你有知道啊？因为我之前我有玩过，都是你害的。我有玩过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在测试新的录影软体，就我这个地图从我试了三遍都没办法上传，所以。我已经对了若指掌。好吧，那你就看你玩。好吧，然后你现在在那？现在这边有个死党。剧情，你要当死党还是当我？你要当死党还是当我？我还是当死党好了。好。看你长得比较帅，他是长得跟我一样英俊啊。我的材质包村民是看起来是猪人的。好吧，算了。那就念吧。那我是师长哦，你请啊，飞猪。我们来看东西大好，大集合，大集合，超笑的，那你也来看看吧。看我。那个阿嬷的操作笑死我了。你忘记我们来这要干嘛了吗？要去喝史上最好的珍奶呀。算了吧，看完这嬷的操再说吧。好，我自己去。等一下，应该是我要当那个我吧？哦，对，因为我要看你是不是？对，没关系，好，换你念吧。那开始。没差了，已经念完了。我看你找。念完了、哦，是吗？念完了、哦。哇，你让你再按了一次，他会想说，下面还有一句哦，想不到什么、哦。然后我就按开场剧情了。那最近在新闻上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好喝的奶茶，那于是我一探决定。一位师长还是一位，我和我的一位师长，那我的师长说看了综艺小鸡鸡什么的饭吃，算了，我就先出发了。规则和平，那不要破坏本地，那建议昏暗就比较有那种 feel， 那建议普通就好。那钻石放掉是的。那我先把我的能路线给调和平。你要讲吗？有一个钥匙。非常简单，因为我刚才进来就看到说，他这下面就不对劲的，而且我的材质包超明显的。是假的，我那时候卡关呢，因为材质包的问题，它那个颜色很相似。所以说，它材质包有时候材质包，它如果说材质包是那个限定的话，那就让你就是要让你稳死了。好，那我这边有一个钥匙。浴室界的钥匙，那不累。是，那浴室。热水。那里面一个，就是要让你自杀的一个水吧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。这边还有一个东西，反正是做非常久。大人们钥匙零件之一，所以说我必须要再找到一个。我其实又知道这边有一个东西了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。那边没有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其实自己都不知道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玩，那我问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说这个放哪里。以地图的那个难度来说，地图大概都是这样买的。那剧情小提示，我的大门被锁住了，我这里刚好有药，不对，零件 AA 被请人拿，请走，请寻找另外一个零件。他说啊，我们的工作还没，对，这边有一个小。宫殿，就是成就物品啊，没了。我出好帅，名字没了。你知道啊？那就好，名字没了，没关系，早就好了。可是工作还，可是出好帅啊，工作还。
我啊，你有没有公过海啊？我没事，我们自己的那个歌就公过成对了。好，那咱们好嘞。那笑脸呢？要出门了吗？你也会，你会一点，你会一点那个台语啊？对。你是哪里人啊？台北啊。哇，你台北啊？台北也会讲，台北会讲，我又台北会讲那个话。讲什么话？讲台语啊。台北怎么不会讲？台北，台北。好吧，算了，我是嘉义啊。嘿。也听嘿笑人啊，要什么啊？笑人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啊，是的，对啊。请问即马上好啉的，上好啉的啥物？珍珠奶茶，一个位。伊讲我唔知呢，应该是即河金吧？贵为啊，贵为。贵为贵为就是废话。我觉得我台语好像比你好。他说什么？我觉得我台语好像比你好，呵呵。我很久没有讲了，小时候都我喂，失去连线了你重进啊。有了。好吧，那就我用。好吧，我还是一样。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说你的姓还是一样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样的猪啊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你有那个、欸？请到此，您寻找奶茶的意由，那你就先拿吧。我，怎么了吗？啊，借过一下，好挤啊！哇塞，你看，喂，借过一下啊，好挤啊！欢迎来到。九口港，九鬼港，还有个剧情二，剧情二啊，我念吗？你念。哭爸嘞， okay. 哭爸就是靠我旁，那大家知道就好了，好吧？啊，没想到你还真的走无情哎，怪我喽？你谁？你想看综艺打几集啊？让我喘一下好不好？关你的。我不能上班，赶紧解脱。你无情哎。嗯。你无情哎、你。话说走那么久，都晚上了，这夜景还蛮漂亮的。好了，我穿过了，走吧。对啊，超漂亮的。很月圆。啊、我快死掉了，我快死掉了啊。茶叶蛋，茶叶蛋，原味豆干25块，跟辣味豆干，辣味豆干30块。那都 A 组吧，只要是好事就 A 组。有两个绝版，一个是绝版的，所以说都一定是绝版牛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这边还有一个车上可以上。要罗锁店，爵士真奶酒狗店过年不营业，服务专线0800987978。这边是，所以说啊，你卡关了吗？要拿，是说要我拿他钥匙哦，还是怎样？没有啊，里面有箱子啊。嗯，真的有哎。我怎么点不到啊？你点到吗？等一下，哇，怎么点不到？以前自己点到，然后点到，我点到，点到了，那、啊，下面还有一个。蹲在人家门口，
没有，它上面是开不了的，它就是上面就说，那就开喽，不对，这边你漏了东西。你是住台北哪里啊？板桥吗？还是我漏东西没有吧？没有东西啊？有啊有啊，这边有一个箱子啊。对啊，有个箱子啊，可是他不给我用啊。这里啊？哪里？这里啊。这样。这里啊。哪里？这里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送的、欸。哎、啊欸欸，啊，所以说我刚刚开的什么？它有分一个是密道钥匙，一个是那个電。哎、欸，哇塞啊，这是密道，是那个，这是涂装，它是密道。应该是密道，这是密道啦，哎呀，看这个样子就是密道。对 ，nice， 终于来了，金山还要念金山哦，好好念它。话说虽然传进来了，但是利用传送方法真不值啊！这叫他们要用密道。好了，来喝看绝世珍奶吧。啊，想到有个成就，还忘记拿了。哎、欸，成就啊，什么成就啊？储物间钥匙。OK， 可以。看剧情，准备好。你还没拿吗？你还没拿？等一下呢。哎，进来。你没看剧情？回去上一部，回去。OK， 那回去当走走 ，Go， 是吧？我想说，这样就没了吗？好吧，那就安了，就直接你说，就这么的，这么的笨呢？你用飞好了，飞得比较快。哎呦，你干嘛、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，那我就会先把那个压力板筋给破坏掉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一直踩到？我应该是他太碍眼了。没有啊，你就进来开箱子啊！你怎么跑过去踩呢？哎呦，真奶长河还蛮真多到的，不过没有货，干嘛要藏起来？喝看吧。哦，瀑布好难喝，哈哈哈，至少送是这样的，反正小屁你也给我喝。真的要先把分众集合来这边，经过训话一番后，整晚都没睡，但现在就顺着吧，回家吧。所以你还要真奶吗？真奶吗？什么是真奶？真奶这里面的那个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也要真奶。真奶在哪？哎，哦，真奶在这啊。可是我没有拿，看一下我的。有吗？没有吗？我拿到真奶了 ，yes。Yeah. 那就压力板就不要干压力板，压力板，压力板。哦，我拿下压力板。好，开吧。好。Oh yes。成就去天梯，那先放泡沫，这边有个泡沫。啊，你当喝 CD 最难喝的奶茶，还有什么都没有吗？你有拿到吗？什么都没有吗？有，还有一个辣味的。这个泡沫是在那个一开始的浴室上面。辣味吗？辣味擦一下。辣味，光明拿到有我。我过去拿一下好了，我只有拿到那个。你有吧？有啊，它是跟那个在一起的呢。辣味哦，我真的语文程度真的是，我白，他没有写绝版，我就一直看了绝版，然后他跟我辣味的什么的，我就一直看绝版的，是我的是绝版的啊，对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那今天这张地图也是非常的顺利啊。
那当然啦、啊，老仪式嘛，就是他们就是这个放让我们开心了一下。没有，我们现在要先摆完之后才能炸，这样才会比较漂亮。电脑负荷得了吗？嗯，你试了才知道，好不好？那你的电脑，你是说你的电脑负荷不了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试过，因为我不炸人家地图。真的，你不炸人家地图了？对啊，我觉得讲个很像很不好意思呢。啊，没有，人家做的这么辛苦，给人家炸掉。他做的那么辛苦、哦，真的吗？可是，因为有一些他们是有一些就是做地图，他们是就是一砖一瓦的这样子盖啊。对啊，有些是用那种地图那个程式啊，就是你可以会的，他就是拿那个小木。你放太多了吧？没关系啊。很香啊，就是给做了一个就是一个最后的樱花秀，就是哎呦，交钱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就要开始喽，这个漂亮的樱花秀啊，大家要做的东西啊，要做的非常长，那就要开始来红石头吧 ，OK， 那就看那个樱花秀。我的电脑，哦呦，我的电脑，哎，啊，你有没有宕机啊？你有宕吗？没有，宕机了，我还可以，好吧，哦呦，然后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这边也要炸，那也。那就感谢对今天的这位来宾，谢谢。好，那那就这样啦。最后的樱花，再见喽，那就拜拜。哇，真的是，拜拜。好，没了。